import file 汇入档案。那这边要汇入档案呢，是在文件的 Maya 的 project default 的 image 里面哦。那 image 里面刚刚有一个 turntable camera two，应该是这个。这边要勾选第一个图档哦，编号第一个0001哦。它因为它这边应该总共有72张才对哦，72张，所以你就勾选 PNG sequence，然后做一个 composition，这两个都勾哦。A 里面每一个基本单位是 comp，然后这是连续图档 import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影片。那这边呢，我会倾向于先存档。我会存一个，就是期末作业，所以是 final assignment 的 after effects 专案档啊。你们如果要用的什么其他的？